美国大学食堂霸道自助是什么样的？拿个盘子。今天居然又有马芬蛋糕炖猪排，算了，这次尝一下吧，万一好吃呢，哈哈哈。米饭看上去不错，整两勺。虾仁胡萝卜咖喱，多拿点虾仁，少拿点胡萝卜。又是小土豆面包，上次吃感觉还可以来一个。松饼只剩一个了，拿走拿走，给学校洗碗机找活干。来一点他的官配枫糖浆。今天来早了，早餐区还开着，来拿点欧姆蛋吃吃。薯块来一点，这个贼好吃。烤得干干的培根也整些。今天的甜点是小小的杯蛋糕，看上去好可爱。拿个杯子，接冰接冰。让我们掌声恭喜 Diet Coke 回归。最终长这样。今天教各位做道菜，把沾薯块用的番茄酱加到欧姆蛋里，拌一拌。一道好吃的西红柿炒蛋就做好了。家里有西红柿的就不用嚼了。培根好吃，来一口。这个咖喱虾老好吃了。如果没有胡萝卜就更好了。好了，拜拜。